开始。先这里接上气管，这个地方插上气管，电源打开。这是功率计，电压115伏。到电源在这里，就是了。然后，隔板在里面，隔板在里面。门盖上。打开电源，温度设置40度，已经设好了。加热开关打开，开始加热。然后这个时间打开吗？就是我设到20秒，马上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开始进气。关掉，这时间太长太短了，还是长一点。来不及那个，他已经开始操作。先把这个调压阀调到最松，调到最松，开始进气，看见这个压力。一般我们在4公斤，加，不停的加，再加。锁住，然后打回气动。这个时候平常我们是20分钟，现在为了操作方便缩短时间，把它设到50秒。温度已经达到40度了，这个灯已经不亮了，灯亮的时候就开始加热。马上开始排气。先开这个把手，然后最后再开这个把手， OK 了，可以了。